警方于九日深夜临时执行取缔酒驾勤务中，行经旗津二路与瑞竹街口，发现一部黑色自小客车红灯转换绿灯后仍停滞不前，行迹可疑，遂驱遣盘查。盘查过程中，张姓驾驶眼神恍惚，面容涣散，警方遂紧急下车接受警方盘查。没想到张姓驾驶下车之际，警方却听到哐一声，原来是张贤左边口袋藏有 K 盘一块，因一时接受警方盘查紧张，不慎掉落地板。经警方检视 K 盘内仍有毒品残渣，经检验为三级毒品 K 他命阳性反应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待反锁侦办。